一声蝉鸣开启夏日的序幕，色彩鲜明的春象赶忙为绿地添上红妆，天空中翩然起舞的彩蝶奔香走告，阳明山国家公园最缤纷丰富的昆虫百象已经正式登场了。每到假日，大量的游客涌进阳明山国家公园，常常造成人车拥挤的现象。对此，管理处为了维护游客安全及提升游憩品质，特别辟建人车分道系统，将车辆跟游客分开，让一般步行的游客可以欣赏步道上丰富的自然生态。现在就欢迎您带着一颗自然的心，跟着我们一起进入阳明山国家公园步道昆虫世界。